早上的11:33，记者现在崇德宫参拜祈福，今天是土地公的圣诞签收啊，也就是福德正神的生日啊。那这么多人在排队吃了个烧酒鸡，那今天跟各位报告，今天的牌子很稳很稳，今天教你签怎么排哈，一只碰个三只，一只碰三只乘一，一只碰三只啊，乘一，本钱240。第二组牌，请记住。第二组牌，请记住，那个122会员的122七字牌啊，两三四星乘零点一是300多块的本钱。第三组是我们十支牌的会员的牌啊，会员的牌十支中两支，你七支牌你就赢回来了，因为中两支有400块，隔壁是300多块。啊，万一你中三只，今天就是大赚，因为福德正神的生日，我也不敢说你一定会中，但是机会比例，啊，70%以上，80%，因为每当神明过生日，我们在这边特别，祈福降牌，他就会祈福降牌，啊，就是22222，用五注，今天是用五注，我拜托以后我们新会员，你要加入在7:30以前，赶快打电话来跟我。我联络，把钱转到我的户头，我就把牌报给你了啊！非常希望你的配合，晚上7:30以前转入户头，立刻传牌给你，啊，今天中奖的几率70%以上啊，70%以上，因为我第六感很重的人啊，但是你要吓大我，我不同意，总共本钱是1200。啊，如果你中一碰，你全部中，你赚了还可以赚点小钱为生，啊，中三只呢，你是赚大钱，啊，中四只你更发，像上礼拜一我们中四只，哦，上礼拜一中四只，哦，希望我们神明带给我们啊这个好运。环球邮报的记者在崇德宫这边报道。